诸三长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得真紧，那么昨暗都结束了，今仔日呢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维摩诘经。今仔日啊，已经进入了第58天咯。好，明仔在后日啊。熬过了后，都进入呢，都2个月了。那么这维摩诘经太好了，长者讲完了后，真多人反应啊。如本法师，你安尼发挥了跨去了，把义理给教出来，把义理给显示出来呢，我受利益啊。因为啊，义理呐，无个教出来，无个显出来呢，念一遍。大概无法度得到经文的含义啊，所以呢，伊真欢喜，就是讲会当把义理给显露出来，佮套用伫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所以呢，会当真正会当把佛法拍成一片啊，讲无唔对，恭敬人应当如何呢？将佛法的本意、佛法的内容，出楼梯出来，然后大概有楼梯让我背。这样我就进入这涅槃菩提之路以外啊，一路涅槃门啊，所以佛法真好，那无善意恭敬说法，义理显不出来呢。佛法好都底下好嘞，藏伫个藏经楼，无人问，无人去研究，啥物人有法度得大解脱啊？所以呢，咱咧恭敬说法，我系宗旨甲菩提目标。那么一定要讲给人人听有。如果呢，那人人听无呢，安浪费大家时间，我嘛呢嫌伤忝，不如困一较饱眠呢。卖讲便罢，讲出来呢，搁外深的道理呢，都要讲一出来，讲给人人听有，显示这个如来真理出来。这是我一向所抱目标，始终无改变。注意。咱昨昏有讲到这维摩诘基疏啊，那么向弥勒菩萨呢来解说这个菩提意思，菩提义理在哪里？好，咱讲啊真精彩呢，时间无因准准到呢，我唔知画一句讲，哇，时间佫到咯，会见下明仔载呢，继续过来看这维摩诘经，那么时间是足无情的啦。咱咧点话经，伊三日间就过啊呢。那么我嘛相信，相信大家听个一心不乱。那无听个一心不乱，无可能讲这点话经呢，存一刹那里。啊，有人讲一点钟哦，吼，存咧几年同款呢，熬不过去，煎不过去呢，拖未过，闪未过，迄一点钟存几年足痛苦的。迄讲的人爱反省啊，所以讲个会立众，大家听咧个地呢。会着人的心，入人的心，入人的帮的，你爱相当下功夫。所以恭敬啊，爱真正下功夫落去啊。那无呢，讲咧家地，大家未相应，听咧家地呢，未下位置啊，讲你淡住好困着就好啊。所以恭敬，我着一种抱着原则啊，搁较深的道理要讲较足白话，互人人听有，或者上中下阶层。每一个阶层呢，大地位听也拄好，中地位听也好，下地位听也一拜一拜。所以我听这专线16关之呢，哦，几啊百万人咧反应呢。咱咧恭敬一量，始终一个原则，讲到人人听有。每一人听咧个地呢，
会开口一下，听你个地呢会入白，如来真理听你个地呢，会当呢挂伫伊心内，会当拍成一片，会相应，每一人有安尼反应就对。这对我来讲是一款呢，我有信心，甲内心一个温暖，我会阁继续阁努力。阁较深的道理，讲你个地人人听有，哪怕是上中下根呢，属龙工商。人人拢听有，这是一向我的原则就对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，刚才讲只就讲五分钟去啊。吼，注意啊，所以讲这恭敬啊，真正呢，你都要下足大功夫啊。咱当位呢，解说下面个介绍，啥物个叫做菩提。那么为毛个技术一讲，讲神迹啊是菩提？性清净果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就是讲要顺心，而且执照呢，就是菩提啊。因为啊，这诸法的体性本来清净，无染无杂啊。哎，注意听好，譬如讲咱这个本性就好啦，你我大概都有啦。本性我有，你也有，无可能讲我有你无啦。性人人有，无性因灵动作，因灵作用啊。所以性理我大家拢有。那么咱啊，大家呢，明心见性，应大家开悟本性。迄个时阵啊，你就安住伫这个善智的当中，也就是呢，你纯粹所有的这个清净的本性中显露出来，贪嗔痴未够野。烦恼心未去暴露，你嫉妒万毒的心，始终未去浮起来。那么迄个时阵，你清净的本性是何等的安乐啊？内心是何等的清凉啊？迄个时阵，完全如同一个水平同款，清清净净、安安乐乐、零零角角、快快活活、舒服舒服的。所以跟你讲啊，善执是菩提啊，哎，性清净果啊，就是这道理。这是徛在这清净的本性讲，那徛在诸法的立场讲，这诸法本来就是呢，体性是空性的，所以空性的当中本是清净啊，哪里有染杂啊？本来无染杂嘛，所以唔再跟你讲，善执是菩提。性清净果，无唔对，注意个听好哦。伊讲无处啊是菩提，离攀缘果。这句话就是要甲恁解说，无处就是讲呢，咱的菩提本性，未去贪取着呢世间一切相，因此呢未贪取一切相，当下自性呢就是菩提。咱的心有当时啊，拢做个攀缘的呢。成功呢，阮隔壁较早有一个菩萨啊，虽然学佛啦，可是社会上的习气无净化掉。那么外口若有一个风飞沙，哦，风吹草动，哦，伊心呢拢被这风吹草动所转，因此呢，好奇心真强，攀缘心伤重，所以呢，外口了动静，伊就去撞去走啊。哦，某秘所在有一个和尚会放光哦，吼、哦，迄面就困未起啊，赶紧的夜车包车呢，一定迄面赶较到。人讲对一个和尚吼，伊本身自己吼、哦，伫山顶去种菜，迄、那个和尚讲有一百岁哦，吼、哦，就去撞啊。外口凡尊啊，有啥物动静呢？伊就感受不了伊的自性的动乱。因此，为动乱的心、烦恼心、攀缘的心呢，一念之间，全牵到山顶，牵到海边，牵到天边海角啊！那安尼讲起来，注意啊！咱的初下的心性强人，也是外道呢。咱有问一句讲啊：“八风吹不动啊！”哎，这真正功夫呢！嗔之毁誉，力衰苦乐啊！这个是八风啊！也就是外口的境界有八一款，
甲你娱乐赞叹，痛苦快乐，甲你娱乐，你有真好名誉，咱是人甲你诽谤，哎，这种种八款的境界风呢，你爱如如不动呢，哎，你若做未到，名为凡夫啊，做会到，你跟圣人无啥物两样啊。安尼呢，咱何必苦苦呢？和外口境界稍微震动一了，咱无禅定功夫，都和外口境界拖起来、扭起来呢？哎，莫怪爱做凡夫众生啊！所以唔知你讲，无处是菩提啊！离开这攀缘心故，咱的攀缘心是厉害哦。所以讲呢，要顿顿攀缘心啊，真正下功夫啊！所以较早有一个人叫闭关呐、啊，闭关了后，因伊雄雄，咦，伊较早出家超五六冬啊，那么伊拢办三宝书啊，真无用啊。哦，信徒往生爱去助念，咦，人啊，这个丧事喜事当中，人请伊也去，这个书真慈悲啦。那么雄雄呢，伊看伊的火烧呢。啊，六十几岁想要闭关啊啦，因为火烧啊，相当六十岁一甲子啊，无算长，无算短啊，伊就要好好用功修行。因此呢，要闭关三年啦。那么因为平常时拢伫洞中啊，雄雄的关房的锁匙，哭哭，锁匙锁起了，三冬袂当出去啊。因此呢，伊过去的初下心、攀缘心伤过重。伫官房内底呢，自站袂调，安尼哦，我烦恼哩个地吼，想讲代志要出去办，哦，一堆无处理好，有诶无诶，攀缘心伤过强，母甲内底准一身躯病啦，站袂调，无甲七个月呢，一人活活起咪，用光个出来啦。哎，那安尼讲起来呢，可见咧修道啊，这攀缘心哪无甲切断甲净化哦。永远随你的妄想心，这攀缘来攀缘去呢，无多跟真相应，安尼你思想无多入道。所以伫佛为教经讲啊，自心一处啊，无事不办啊。咱的心内当放伫一个清净的所在，不被境所转，始终伫禅定中呢，无一件代志咱办未成功诶。儒家讲啊。宁静致远啊，咱的心若静落啊，思考代志、做代志，想会远看会远啊。就亲像讲，咱有禅定，心未动乱，攀缘心呢净化，有这即个禅定的基础的根本啊。你去思考代志、做代志，拢有段落、有思想、有内容滴。所以呢，咱个修行的头一步。爱持戒，产生禅定，有禅定了，才能发出这个无漏智慧，来顿断所有这无明烦恼结啊！这点重要紧的哦。所以呢，维摩诘居士甲弥勒菩萨讲啊，无处就是菩提啊，唔是讲离开这个菩提，离开烦恼，搁求菩提，当下你的心，初下心净化，就是菩提。因为离开啊，这攀缘心啊，伊阁讲啊，无依是菩提，诸法定故，听好哦。那么无依就是无有什么差别的、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简单讲，凡所一切法，在事上讲，那才有千差万别啊。唔过徛伫这个性空，诸法的本来面目。伊实相来讲呢，诸法是平等的。看无有一样物件讲伊有差别相呢？差别相不同讲，以俗体来讲呢，有差别啊。人有乌的，有白，有大颗，有散的，有啥烟斗的，有啥像咧真歹真歹。有富贵，有善者的，有贫穷，有下贱的，有过咧家己富丽东方的。这人世间是千百态啊，无唔对，以事上来讲有差别。可是呀、啊，维摩诘居士甲咱讲啊，无依是菩提啊，
因为这诸法伊本来面目空性是平等的，所以无有一个诸法的实性讲伊无平等呢。伊所以平等，就是徛伫诸法以这个空性来讲，也无有一番呢，伊会当离开空性的。所以空性之下，诸法平等，所以无依是菩提啊。哦，诸法定故，这个定就是讲诸法本空平等一味的意思啦。那么注意，人是平等，那么可是平等是徛的角度是指啥呢？缘起性空来讲，那么缘起的诸法有千差万别，可是诸法伊的本体性呢，空性。空性是平等不二，啊，别个讲哦，无比是菩提啊，无可如果啊，哎，注意听哦，哎，这个佛法的物件，无上的真理啊，请这门注意，真理是无多去批评的，跟空呢、啊，空是未讲的，逻辑一旦讲的是无量显卡，无量批论而已。所以讲，伊甲你讲啊，哎，无比是菩提啊，用空性来讲，空性都未讲你啦。所以呢，经典甲你讲啊，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无来无去，无大无小，无重无轻，无乌无白啊。用这个无呢，来显示迄个不可思议存在真啊。所以用反面。来衬托伊正面呢、啊，有那正面未讲哩呢？唔讲空呢、啊，空是要怎讲？用无来形容，用空、用真、用不，用这个八部中道呢来显示诸法的实相，这足歹讲的。所以讲法无有比啊，啊那勉强要比呢，注意啊，迄种百千万台批论，无非就要衬托这真理的存在。真理未讲你咧，我正批论一个来讲啊。哎，目前你已经得到县长选了啊，总统选了啊，省长选了啊，市长选了啊。这款选了心情啊，这款意境啊，以这个意境要怎形容？你哦，我足快乐的，足欢喜的，足有民主的，这方便讲啊。真正选了县长、市长、省长、总统的时啊。那个心境呢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啦。这不都形容的啊？那形容是批论呐、啊，哦，无唔对啊。啊，有一天你幸福了后呢？哦，幸过做总统、做县长、做市长、做乡长，幸过八千万亿倍啊！幸运的境界啊！因为做凡夫、做总统、做省长、做县长、市长。也只不过是世间法啊，那么幸福了呢？哦，幸福了，深深的真理的意境啊，佛祖干来咱讲四句为念啦。如人饮水啊，冷暖自知啊，心行处灭啊，言语独断啊。所以言语啊，只不过要衬托个真理的存在而已。等到真理啊衬托出来。你用意会搞啊呢？这言语啊，拢爱简化掉，爱轻度掉。莫也因为呢，这个言语语言呢，佮障碍着这真理，安尼呢就专攻真慧去啊。因此咱修道当中，会记得真理的物件是袂当批评的。如果当批评的真理，迄也毋是真理，安尼就是清楚吼。好，这个听好。下面佫讲，讲微妙，哎，是菩提，诸法难抵过，吼、哦，这也是同样个意思啦。哎，微妙的境界，微妙的真理，哎，微妙的佛法，这用这种种的世间的譬喻呐，你无一定也听有啦。你若无经过人，唔是过来人呢？讲破嘴口呢，你感觉讲，咁安尼，真正哦，我也无经过你，唔过啊，你讲得真有道理啦，啊，我唔知，吼、哦，注意啊，就是这意思啊，
讲微妙就是菩提啊，诸法难抵过，世间的这真相啊，有真多唔像嘴讲的啊。比如开悟证果，证果未讲你啦，但是无讲呢，你又阁唔知。啊，又无量无边的批论当中，你唔知会知讲哦，证果幸福就是遐尼好哦。啊，本身你就爱来做，来修行。有一天幸福的时，你才知讲。哦，啊，过去听阿姐讲阿姐，迄拢是批论呐。原来无上的大法成佛，迄唔上嘴讲的呀。我就听批论一个来讲啦。哎，一对男女的情侣啦，佮谈情说爱，讲到呢，哇，糖甘蜜甜啊，讲到爱情长久的时，望啊宝马敢去啊。哎，爱情长久的时啊。海底外深的一鸟虫两类啊，爱情当个深的时呢，会当舍弃着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情不顾啊。好、哦，你看爱情外新鲜就好。迄款的意境唔是呢，用这话当譬如呢，因讲感情外甜蜜啊。你无经过爱情的洗礼过人呢，伊唔知爱情是讲啥。唔啊，谈情说爱的人呢，你啊讲会听，伊讲好安尼哦，好可能真好哦。嗯，我嘛想买，啊，可是想买也好，盖好也好，可是你无经过，你毕竟唔知啥个爱情，所以呢，有种种的批论，批论是好，伊说出这真相是真好，可是要如何呢？在说出这真相的当中去体会到，去证悟到，去看个人的本事啊。所以有善根的人，有经过人，过来人。容易相应啊，所以佛法嘛是同款啊。尤其小小孩童十五岁啊、二十通岁啊囡仔呢，伊无经过呢人生的甜咸酸涩苦，经过这大波浪的动荡不安呢，一般人要讲佛法啊，听佛法呢，伊讲真吃力，未啥相应。所以呐，世间有经过食过甜咸酸涩苦的人，伊就知讲佛法是讲啥。虽讲伊虽相应，虽讲伊虽会合，虽讲伊马上欢喜充满。啊，若无经过这读册囡仔攻破喙口，佛教是迷信呐。即马科学太空梭呢，会当走个月亮，讲月亮有一个嫦娥，哎、欸，我也无看了。吼、哦，伊甲你死证就对啦。确实呀、啊，别因为伊证当中呢，你连好人伊佛陀存在啊。诶，佛陀就是要你降悟呀，降悟人生观啊，有生老病死啊，你袂当无相信呐、啊。尤其咱年纪啊，进入这四五十岁、五六十岁啊，伊就愈了解佛法，哎呦，真正宝啊！听你家己心花愈愈开啊，八戒智慧就愈愈开啊，讲甲对，伊就开悟甲对，讲甲对，伊就开悟甲对啦。迄就是伊人生有经验的人。有经验当中呢，便讲伊的心扉就开，就开悟啊。所以呢，佛祖甲你讲啊，佛法的物件，无上的大法，唔当为无知的人讲。因你讲你个地，伊甲你拍破你嘴口，讲破你头壳遐啊，伊无智慧啊，伊唔知佛教伊讲啥，伊无经验啊，无体会啊，无经过啊，伊一概无知，伊会感觉讲。这是多余的啦。啊，那么你若经过人生历尽沧桑，吃过苦楚的人，伊这款的人，你也讲啥，伊拢听有。佛陀虽讲，伊虽开悟。所以呢，佛经唔再讲，唔当为无智慧人讲无上大法，伊会打破你脑髓，打破你嘴口。原因在这所在。因为啊，佛陀虽然你有开悟啊。就是你有经过，虽讲虽相应，虽会合，道理在这所在。总讲一句啦，微妙是道是这菩提啊，因为诸法难抵过，哦，所以法华经讲一句话，以种种的批论来显示呢无上的大法，所以真有智慧人呢，咱唔免讲到遐尼忝。用小块一批论呢，有智慧人，伊就马上开悟啊！伊就你讲啊，
以种种的比喻呢，来衬托无上的大法，让有大智慧的人呢，能够马上证成菩提呀、啊。以公之故为啊，所以呢，若无地为人呢，你也讲伊嘎嘎嘎嘎。啊，你若有经过历尽沧桑、有经过体验的人呢，佛陀边讲伊边开悟，叫你无谈情说爱，讲这你也听无啦。你也无做过总统，也无做过县长、市长，讲破嘴讲呢，伊无经过，伊敢讲安尼哦，敢唔可能？伊煞来去怀疑啊。所以呢，我讲到这来，就讲一个公案啦。较早佛师啊，佛师在古早时代拢喝茶啦。那么有当时啊呢，落雨天啊，落天茶船喝袂倒啊，哇，去煮饭啦。佮煮饭当中就拄着真侪苦恼啊，茶香袂倒，饭煮袂熟，菜无都差、啊。那么种种经过呢，伊煮二十几冬啊。这边呢，中国大陆丛林啊，出家人拢四五百个啊。那么主持伊食饱研究佛法，恭敬说法。有一次呢，伊就行灶卡，叫做颠珠啦，叫叩头，专门发露呢这煮食的代志。即卖叫做厨房的总破塞啊，伊就来请教。哎，电子书啊，电子书，哎，你煮饭的经验啊，煮饭的意境如何啊？电子书怎个讲？讲主持师父，方丈和尚，我唔是三言两语，我讲会清楚。累积我煮饭呢二三十档的经验呢，我讲。你主持你也听无啦，吼吼，注意啊，有道理无？有道理。三十档煮饭的经验，吃了甜咸酸咸苦，我讲出来你主持才会听有咧。等下我饭煮好，菜煮好，放去桌顶尔，你敢会晓吃尔？你也毋捌煮过啊啦，我讲出你道理你听无啊？吼，是有道理。来，我分享你听。这个煮食人，当下茶是落雨天、风台天啊。茶淡落落，太兄会倒啊！啊，但是伊面对呢五百几个食饭的人，会出家人，伊压力偌大啊！迄敢是用嘴讲会出来？兄袂倒，我都煮出饭菜呢，要安怎对五百几个交代？压力大，烦恼就多啊！啊，煮了菜伤过咸，人讲这电子书啊，煮了伤咸，种人指指点点啊，啊受人侮辱，甲烦恼啊，即要安怎用嘴讲诶？煮了饭呢，也较湿、较淡呢。煮个都唔是煮饭啊，佮煮粿啊，佮煮饭，迄饭煞变粿安尼烂烂啊，难怪咸啊。你看这电子书，厨房个总破塞是五歹煮就好，五歹煮人。伊毋知讲，我累积三十几档个煮食，讲你煮起你也听无啦。吼、哦，这句话讲出来真正人个话呢，因为伊有经验啊。虽然讲了啥物人生苦啦。啊，煮厨房的痛苦呢，唯有伊呢，以冷暖自知，如人饮水啊，言语道断啊，心行处灭啊，我讲你也听无啦，干我知影尔啦。哦，我爬去台顶，伊能讲四十点钟呢，40点钟哦，讲两三天讲不了哦。主持，我讲四十几点钟，阁无法度教我伫厨房煮只欢喜痛苦代志呢，讲会真呢。众人共传呢，你主持方丈和尚，你也听无啦。哦，这句话，甲翕者主持讲，甲你恭喜，甲你恭喜。主持有那修行人啊，讲你讲的我相信，你无唔对。累积三十几年的主持呢，这款意境唔是两句话讲会好的。哎，伊嘛讲啊，啊我累积我恭敬五十几档呢的经验。可能你要知啊困难啦、啊，伊讲都有默契咧，都有默契啊。原来因两个呢，都相当拢是高精啊。一个实现恭敬的，一个实现的伫厨房去煮食。虽然时常听过佛门一句话讲啊，伫厨房煮食的人，拢是菩萨还是高精来实现的较济。因为啊，厨房是油嫩嫩啊，油粗粗啊。又烫烫啊，又骨骨啦！哇，地熬啊，地杯啊，碗碟啊，你爱洗啊，又烫烫呢。
我感觉足侪查甫囡仔为啥足歹煮食呢？油腾腾啊，麻烦甲呢，油漉漉，啊，一下就洗手，无油洗手呢，抹甲规身躯是安尼，全然菜，啊，规身躯过垃圾味道。所以厨房里去煮食，煮甲会欢喜心，煮甲会真快乐的人，这相当有耐力。无呢，你煮食两工伊就喷轻啊，伊就嫌东嫌西呢，怨天怨地啊，哦，都怪东怪西啊。所以你煮好两三百个煮食的人，即款若无菩萨高僧来示的人啊，啥物人我都信任迄个当呢。所以佛经迄古来大德常讲啊，过去迄出家人四五百个啊，要煮好四五百个，逐工三顿安尼煮。这无达口才有呢，这若无有高僧大德菩萨的时呢吼，绝对啊，无就承担这重任啊。一来你要煮好三顿饭食，二来你接受人批评啊，煮好煮歹啊。哦，所以讲厨房的煮食人数啊，咱咧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甲赞叹啦，真正大菩萨过的时呢啊，无啥物人敢在厨房煮啊，无遐尼简单。所以呢，安尼讲，注意就了解啊。我嘛要讲话啊。在厨房煮食是菩提啊，诸法难抵过啊。在厨房煮食，这真正惊人呢，注意，无简单。迄、那个意境要怎形容？唔知迄煮食的典祖师甲讲啊，讲方丈和尚主持师傅啊，我累积三十几年伫厨房煮食，唔是你听有诶啦。迄主持认同啊，你讲你家己真正有道理啊。厨房煮食也足微妙的啊，这唔是讲用两句话、三句话形容的真讲一套的啊。伊认同这电子书讲话着，做一个听好。那么到这时阵来，为摩诘居士向这弥勒菩萨呢，讲了二十五句这菩提真理。讲完了啊，那么弥勒菩萨呢？那么伊就阁讲话啊，伊讲：释迦世尊，释迦世尊。当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完这个菩提道理，以及甲讲个无上大愿呢，诶，迄个时阵啊，有两百几位的天人呢，当下证成无生法印。最起码都证成初地、二地以上，或者是证成初果、二果、三果以上。因此呢，迄经营之下，伊大番呢，我招架不住啊，自占未掉。因此我实在吼，无了实力，甲这个本领呢，代表军团呢，去甲维摩诘居士探望伊病况啊，请世尊慈悲。两千古名气的呢，那看弥勒菩萨的教上个提调，你看，你要看维摩诘居士是何等仁义啊，是不愧是金色如来寺的呢啊。这以上呢，就是维摩对这个弥勒啊，来说了二十五句菩提真理，讲到这为止呢。好，诸位菩萨，搁听好，既然呐、啊。这个佛陀派这个弥勒菩萨，要去甲这个维摩来问安问好，探望病情，无法度呢。因为伊佛陀也未共勉强，伊才有民主作风啊。伊就箭头去都尉呢，另外一位尊者去啊，叫做是公严童子。注意听好，弥勒菩萨在迄个时阵是实验 BQ 哦。是现出家人的身份咯。那么今麦呢，一个基用这公严童子，注意听好。公严童子是在家哦，一个孩童啊，对佛法也相当深入啊。所以伊就要派呢，这个公严童子呢，去甲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探望伊的病况，代表僧团的呢。那么注意听好，下面呢。咱就开始啊，要来甲注意介绍讲，佛陀如何派呢？这公严童子，甲这维摩诘居士探望伊病情呢？注意才拍开维摩诘经吼，伊讲咯，
佛告公严童子，你行业为摩诘文集，公严别佛言：世尊，我不堪忍业彼文集，所以者何？一念五色出毗阿离大城时，为摩诘弘入城啊！我即为作礼而闻言，其事从何所来？答我言：我从道场来。我问：道场者何所是啊？答言：得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；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。深心是道场，正一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妙故。安尼注意清楚哦。这段简单讲，就是呢，为摩诘居士要讲出是啥物哦，叫做道场伊真义啦。一般啊，道场拢认为讲，哦啊，对一件事。对一个精神，对一个男女，哇，起了较庄严，遐个度众生，拢只有硬体的佛事来讲呢。那么，公严当主甲问讲，哎，你是伫道场来，啊，道场是倒位啊？啥物叫道场啊？哎，啊，为摩诘居士就甲讲，哎，啥物叫做道场？啥物叫做道场？伊是徛伫道理上讲。真理的立场呢，来解说道场就对了。也就是讲，那么为摩诘居士行这公严当主，乃是末法众生呢，接着这道场实有，当作这硬体，而这个佛事当作是道场。因此呢，为摩诘居士就破除这个硬体说法，来显示这三昧个真正道场。讲得心就是道场啊。发行就是道场啊，深心就是道场啊，发菩提心就是道场啊，用这道理给讲就对了。到底情形如何呢？注意听好。哎，佛祖啊，伊甲这公严童子讲啊，讲公严童子啊，你代表咱僧团去甲这维摩诘居士探望伊的病况一下，代表僧团去呢。那么公严童子伊就向佛祖安尼讲，讲世尊世尊啊，我不能堪忍圣诞呢，这当当呢代表僧团去甲维摩诘居士啊问安问好，为安怎讲呢？因为我公严童子啊，曾经啊，我想过去啊，到了这个毗阿离城的时阵。一个城区叫做公严城，我去啊的时阵啊，拄啊遐拄好呢，维摩诘居士啊都入城来呢呐。当然，维摩诘是一个长者啊，相当有德行的人啊。我看到时，准甲伊顶礼，甲伊问讯问安问好啦。佮当时呢，我佮甲这个维摩诘居士甲问啦，问讲，居士啊，居士。你从何所而来啊？你为倒位来啊？哎，那么为摩诘居士准甲回答讲：我从道场来啊，我就是为道场来。那么我阁甲问啊，那么道场者何所是啊？就讲道场，你讲道场来，哎，啊对一间道场啊，哎，道场在哪里啊？或者是讲道场的意思在哪里啊？哎，为摩诘居士，就展开开始讲一番的道理出来啊。是啥物个道场呢？伊讲啊，得心就是道场啊。哎，无虚假啊，发行是道场啊，能办事啊。哎，深心就是道场啊，能精益一切功德啊。菩提心就是道场啊。无有错魔过啊！哎，安尼注意清楚哦。也就是讲，
公然当主呢，伊甲问威摩吉基斯，道场是啥物会？道场在啥物所在？伊就讲啊讲，我为道场来啊。所以呢，威摩吉基斯是徛伫这义理上讲的，徛伫道理上讲的，徛伫软体的道场来讲的。因为呢，一般人讲道场拢哦，即件事起了哦。法龙岗堂真庄严哦，法龙岗堂，哇，记得个地呢，多足侪众生哦，出出入入参加法会人真济哦，听经闻法来遮修行足济哦，拢讲硬体的道场啦。那么为摩诘基师伊回答角度唔是呢？伊徛伫呢用32句来回答啥物有个道场啦？32句，每一句呢？特别显示呢，三藐个道场，道场伊实际上义理在哪里？道场呢，伊本身伊实际是倒位，讲出道场的两体就对了。第一句讲地心就是道场啊，那么注意听好，这就讲发出四款的心就是道场啦。咱念出白话文哈，大家注意听哦。伊讲正地心啊。就是修道的场所，因为无虚伪的假装啊，能发起实际行动修行，就是修道的场所。因为能承办度众生成佛果的大事啊，勤工心哦，勤工的心量是修道的场所。因为能增加利益，广集一切功德，发起度众生的菩提心，是修道的场所。因为立心正确，所修无错误啊，这就是道场啊。哦，你看卖哩，哎，注意到清楚啊哦。讲到这个立心啊，都我联想就讲。咱人要得心无遐尼简单，所以十方诸佛包含着这个微妙的技术，定眼讲啊，得心就是道场，得心就是道场。啊，流传伫佛教界呢，定讲啊，咱人得心就是道场。那么虽然安尼讲，有几人能得心呢？一般人的心啊，拢翘脑动歪啊，你翘脑动歪。看国语边的讲就好，哦，歪来歪去呢，心无得啊。人讲东，伊就想去西；人讲西，又想去东去。乌白两，乌白两啦，这就是无得心啊。所以无得心呢，因缘是道场啊。无得心呢，你当下就是心呢，介虚伪，介有机遇，介有良识，你的心呢，就拢翘脑动歪，拢做。正算的呀，做正算的，即款的修道未开悟证据。那讲心歪过起错的人，无得心的人会成佛呢？我讲的哦，众生早就成佛成了啊，也因为众生的心啊歪过起错未定呢，所以未开悟证据啊。所以注意听好，得心就是无虚假，无歪曲。是成佛所依之因呢、啊，所以成佛的因就是要有得心。你得心就是个性，伊要成佛伊的因呐、啊，成佛就是果啊。因头一层咱凡夫众生为修行，心性个了正、超正。安尼呢，做代志无虚伪、无虚假，做代志袂翘脑动歪。哦，人国语一句话讲讲，节外生枝啦。用这节外生枝，本来真单纯，和你舞一个呢，哇，生作一枝物出来；我舞一个呢，煞呢作一是非出来。舞一个本来单纯，舞一个煞无单纯去。这款人就是无得心啊！注意，敢有这人大有人在，也因为大有人在，所以咱直接凡夫众生未开悟证据啊！咱的心也得。看个人啦、啊，哦，当然咱这个意思唔是讲自家呢，是个离谱啊，哦，看情形啊，但是伊是落实伫倒伊，
直心莫用于歹去，吼、哦，直心爱用于端正，直心是有智慧的，唔种直弄弄呢，直讲呢无智慧都唔对啊呢，看情形，譬如讲，哎，有做叫你莫敲人动歪，做人老实，哎，就直心嘛，哦，啊，直心爱看情形，譬如讲，这个歹人要来借一支刀啦，你真唔知这支刀借去是要杀死人的。安尼你都唔忙照药，你忙讲人为谋结经来滴讲哦，如本法师冇讲哦，咱人爱老实爱直心，伊要照刀，我照伊啊，我害啦，因为你照伊当中诶，这人准摕这支刀啊，准杀死人，伊之所以杀死人，就是因为你照伊诶，你也是构成一个犯罪，一个因缘呢，一个强奸呢。所以要有地位，知道这善恶，知道这是非，知道好歹，你都唔当接位，唔当接位就是直心，你听有无？你有这地位的高段力啊，知道这是非，知道这对唔对啊？安尼嘛是叫做直心吗？啊，你问讲，啊无接位，惊讲吼，伊唔知找我安怎卖哩？无接位惊歹势啦，安尼叫做无直心去啊，安尼个又个歪个起出来呀。所以直是宽宽直，歪是宽宽歪，歪爱歪了也好事，爱健康，爱了义，爱解脱，爱度众生诶。所以讲呢，照讲人解说讲直心同，伊照刀我就照伊啊，叫直心吗？哎，要照刀看看情形，伊这个刀照起是要切水果诶，要炒菜，哎，这个刀摕起要切菜，只能来照伊啊。提杀死人诶，提要杀众生，提作业诶，卖讲一支刀卖照伊啦，半支刀都袂当照伊，连看都袂当我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直心诶，有人唔知意思讲，哇，害人啊！那来直直人呢？是甲当作非，非当作是来做啊？唔是安尼哦，也因为直心爱有智慧，直心爱观情过后，直心。是向善的，是向菩提、向真如的、向幸福的，这个直心拢该做，安尼就是清净哦。所以咱就要讲话啊，直心在我都一路咧攀门，直心在我都幸福的。来，我讲我注意听，就譬如讲啊，伫山顶有一个大溪啦，一支叉口呢。随着这洪水给流啦，洪水，雨就大雨啊，哇水给流给流，这个叉口伫个山顶一流流，为管流流低，哎，一流流流流到大海去，流到大海去当中，你看具备偌济条件？第一，水给流当中呢，这个叉无溪伫这边花成功啊，有哪无溪伫西边这边花？顺中一流流流流流，然后当中呢，中若有石头冻掉，有叉骨冻掉的，伊游完佫闪过呢，哎，佫成功三分之二啊！佫流佫流佫流，这个叉骨本身真坚定，无烂去，因此呢，我相信无掉这边花，无掉这边花，无中冻掉的，又佫无烂去呢，这个叉骨。非流甲大海不可，为安怎讲？因为啊，直心就是幸福的根本啊，嘛是这道理。就像这个叉口为山顶一流一流流流流流，无动这边花，无掉那边花，无中动掉的，这个叉非流甲大海不可啊，一定流甲大海。就譬如讲，咱修行当中，咱的心无念伫这个爱情。心无念伫名义，心无念伫这个五欲六尘，因此呢，心呢一路解脱，一路净化，一路成就涅槃，一路直冲呢，甲佛道去呢啊！看这个叉口呢，一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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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流到大海去共款，种种无念掉的，无卡掉的。咱咧修道当中也是同款这个意思。如果那会当呢，
你的心无念伫五欲六尘任何一变化，因为你非正常涅槃不可。你无调离世间任何一尘埃，你非达觉发心不可。然后你修福甲修慧，福慧圆满，又搁明心见性，又搁无染伫世间任何一个不清净的尘埃，安尼这个人非正常，或者高位也不可就对啦。你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呢，就亲像讲这个茶壶呢，玉山顶一流流流流到平地，搁流搁流，无卡这变化，无念彼变化，无中断掉的。啊，无暖气，这个茶果回流到大海不可啊！大海就是去变化幸福的意思，就亲像讲咱修行啊，咱清净的发心呢，哇，佛性无过垃圾，哦，无念伫这个名义，无念伫这钱财，哦，无念伫这感情，哦，无念伫贪食、贪困、贪名、贪利，安尼呢，咱的心清清净净，明明白白，零零格格。安尼迄个时阵啊，无幸福嘛，都爱幸福。你无想爱幸福，伊嘛自然幸福。你无想要量气，伊自然嘛量气。世间难讲，马到成功啊，水到渠成啊，瓜熟蒂落啊，自然就幸福啦。你听有无？要幸福呢，会记得心，就是幸福的根本的因啊。你注意清楚哦。所以在要结束以前，我运用这大乘起信论啊，讲了几句话，作为圆满的结束。伊安尼讲，一心者，正念真如故。哦，简单的两句话就讲啊，一针见血，一语道破啊。大乘起信论伊安尼讲啊，用一心者，一心是第三意思的。正念真如啊，咱的生这个心出来，安住在真如当中，安住在不生不灭的菩提本性中，安住在这个涅槃的当中，安住在真心的当中，安住在无染有的心的当中，叫正念真如啊。卖生心变化，变生心都安住在真如当中，无其他的意念。无其他差别念，无其他念世俗之念，念念拢出世解脱，念念真如，念念幸福啦。这名之为真心的意思，名之为得心的意思，也就是呢，咱维摩诘经所讲的，得心就是道场，无虚假故。你注意清楚吼。哇，那清楚呢？哦，足想要讲的当中呢，后边佫有深心佮菩提心，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无允准，后边佫愈精彩。会记哈，咱明仔载呢，维摩诘经第59天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